你超美的。庄老师，我特别喜欢你。很好，收到。对，你唱的也很好听，也很酷，也很帅，也很美，够了吗？湖南卫视音综《生生不息》嘉年华最新播出消息来了，它将于12月20日晚播出先导片，正片从12月9日起每周六晚22点播出。据悉，有14位歌手将会出现在第一期，他们分别是周深、毛阿敏、韩红、孙楠、王心凌、古巨基、吴彦斌、黄绮珊、谭维维、郁可唯、王苏泷、陈楚生、张琪、宋亚轩。这一季《生生不息》将会紧扣嘉年华的主题，通过个人 solo 或合唱演绎不同类型的歌曲，共同唱响中华之声。考你一下，好吧？现场考我。现场考一下，618嘛。主题词是什么？买买买。好 ，OK， 唱出来。你自己说了买买买，所以唱3首代买的歌，好吧？来来来，开始，开始哈。哎，好，有一个我老师的，你老师的。你的绝情出卖，所有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用了一生誓言换一个你。那英的出卖，好厉害厉害厉害。歌词全错，但买就对了。第二个，我说买，你刚刚那个是卖，嘿，都一样嘛，对，有买才有卖，有卖才有买，好好好，那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酒干倘卖无，酒干倘卖无，酒干倘卖无，你什么眼神看着我？好，闽南语的歌也来了哈，好，两首了，来，还有吗？还有个，再买啥？买汤圆，买汤圆，沙家的汤圆是圆又圆。林海，你老师拿我怎么办？请问一下，要买汤圆去哪个地方买呀？苏宁易购。哎呦。OK， 啊，其实刚大家有没有发现哈，我们周深真的非常厉害，3首歌年代感很强，一首一首往前推进。对啊，一首一首往前推进，是我们的歌的冠军。感觉周深又好几天没营业了，仔细算算也没几天，只怪周深平时把生米喂得太饱。虽然周深不营业，但官媒可没有放过周深。昨天，也就是11月28日，央视影音官微带话题一起听歌吧。转发周深在央视 SES 舞台，并配文说：“周深治愈而充满力量的演唱，为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加油。今天又是努力奋斗的一天。听完这首，你一定又被周深的歌声治愈了。”官微转发周深歌曲《旅途》，并配文：周深独特温暖的嗓音配上 MV 画面，简直是催泪炸弹。《旅途》一归途，周深 YYDS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暗示念着你说。17地球村日记官微分享周深央视舞台繁星璀璨的天空，并配文：送你一曲周深演唱的繁星璀璨的天空，让青春在拼搏中闪亮，让梦想在超越自我中绽放。像繁星璀璨的天空，那份历经百年重
北京广播电视台官微带话题，听周深光亮，期待雪中故宫，并配文周深戏腔一出，瞬间穿越回600年前的紫禁城，历史洪流浮生往事尽数铺陈开来，空灵明亮的嗓音，无边无尽的荡气回肠，给力。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，真的天意，特别适合。好好嗯，我听穿林大野声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海上一阵风吹起。同时，腾讯音乐有你榜官微回顾了周深新歌《I'm a Star》，然后网上还放出了周深在《宁安如梦》团综里惊喜现身，催更《宁安如梦》，并清唱教《宁安如梦》演员唱《借梦》的视频，无伴奏还是稳稳的好听，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。这还是仅28日一天的，可见目前周深的实力和热度。周深是一位华语乐坛中独树一帜的歌手。他的音乐才华、个人魅力和品格风度都令人钦佩和喜爱，他的歌声能够打动人心，他的歌曲能够传递正能量，他的音乐能够创造奇迹。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，也是一位全面发展的艺人，他在音乐创作、表演、影视剧和舞台剧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。他在演艺生涯中不断挑战自我，寻求突破，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。他在舞台下也保持着谦逊和善良的态度，尊重和感恩所有的支持者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。你有何感想呢？那么我觉得技能交换的话，那你就，但我其实觉得你会了，因为刚才在那个里面发布会的时候，首映会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大概有唱了一下狮，狮子王的歌，对 对, 对，我觉得声音很好听，唱得蛮好的。他已经获得了我的技能，没有没有，跟您差远了，真的。别别别别，那我们试一下。两段迪士尼也非常非常经典的，好的，其中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，另一首希望它能够经典吧。行，对，第一首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你会唱了，好高啊！我要不我这样吧，可以，随他吧。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牵挂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样不要，我觉得太高了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可以合作一下，要不我低八度吧？你按照你那个正常那个，我觉得你那个高八度唱一个来，是啊，就那个。就是你刚刚那个会有点点，可以的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对，这个一二走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，一转身不再见。